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。宣召，诗篇第146篇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哪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你们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。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。耶和华释放被囚的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。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。耶和华喜爱义人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西安哪，你的神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